是第一个。然后其实今天本来是想去外面找一个信号比较好的地方。你好，你们好。但是学校里太冷了，就没有去。然后现在终于有一点信号，但是不知道会不会突然断掉，所以也不知道今天能直播多长时间。你好。什么？我用蓝浩洗茶具的东西洗了卫生间。那个东西不是什么纳米的，就是感觉就是洗碗布啊。对，那个东西可以擦鞋，然后可以擦桌子，就是不用挤东西，它就可以擦得特别干净。然后我正好看到有一块，我以为是我们买衣服的赠品，我就给拆开了。主要是你知道吧，我回到宿舍里我吓坏了，卫生间的那个洗手池那个灰，我用手一擦，快五毫米了，我都不能说的太夸张，但是真的是一层的灰，地上也是。我跟你说，幸亏这一次我们两个没有碰面，如果碰面的话，我一定，我也不敢对他怎么样，我就只能自己默默打扫。我感觉我每个月回去那么一次，大概就是清洁工。你好。然后反正我就是用那个东西把洗手池子刷了一下嘛，谢谢。对，谢谢。对大家，其实我对大家都很眼熟了，几乎每次直播的时候你们都在。我可能会说的声音小一点，因为现在熄灯了，谢谢。小朋友，谢谢。当然了，其实握手会的话，来握我的小朋友还真的蛮少的，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对呀，我知道你。不过你们真的很勇敢，像我高中的时候。谢谢，谢谢。其实我觉得我的声音还好了，没有到温柔的那个程度。高中的时候我都没有敢出过。哦对，高中的时候就从我出生到我高中，然后大概是高三那年吧，我第一次出省，真的是我第一次出省，而且还是去了长春。对，都没有再往南方走，只是去了个长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省。然后是去考东北师范大学，我和我妈妈两个人。真的那一年超级冷。
所以来北京都没吃饭钱，可怜的孩子。所以我真的很佩服，很佩服，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也不能说是小朋友了，高中的话也算是一个大人了。非常独立。我以前就有很多那种叛逆的想法，但是从来也不敢实施，对，就只是在心里想。不要不要，一定要理智，一定要理智追星，可不可以拼命？为什么呢？因为就有一天，我和我同学清明的时候在北京坐地铁，然后就看到地铁上有很多明星的那个广告嘛，我就跟我同学说，这一年多以来就是看到这些明星，我感触真的还挺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经历的这一切吧，其实挺奇妙的。然后但是一定不能忘记的一点就是，明星也好，偶像也好，如果没有粉丝的话，真的就只是一个普通人了。然后我那天就是和我的同学，我们两个也聊了很久，就是觉得人一定要感恩，真的是要感恩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没有啊，没有伤感，只是想起了就清明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跟同学之间探讨的一个小话题。你要去哈尔滨买个红肠。其实现在网购挺发达的，我觉得像秋林啊、道台府，秋林的红肠、道台府的红肠，然后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小店啊，那种红肠都不错的。其实我更喜欢吃小熟食店卖的那种红肠，因为它的那个肉块不会磨得特别的碎，所以吃起来就感觉真的在吃肉一样。然后像那种比较大的店里卖的，就肉磨得比较细，然后就觉得好像在吃就只是吃肠，对，但是也挺好吃的。粉丝如果没有了偶像，也就没有了动力，没有了依靠。对啊，所以我们是一个共生的关系，我们如果没有了你们，也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了。优糖猪爪涨价了。猪爪那个东西是个好东西，补充胶原蛋白，但是优糖的零食实在是卖得太贵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感谢我们。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你们，然后
我的生活才和以前不一样。鲁迅说哥哥的声音真好听。秋林的吧。啊，自身之火，谢谢。为是管我，是管我叫妈妈？不会吧？嗯，回去吃血肠、杀猪菜、小鸡炖蘑菇、酱猪头肉肘子。酱猪头肉肘子是一道菜吗？我给你们推荐一家，就是在朝阳区高碑店有一家石磨坊。哦，就是酸菜春白肉。没有了，是因为我得小稍稍小声一点。嗯，我觉得那个石磨坊对他做的菜基本上就跟我从小吃的差不多，而且分量也差不多。其实有的时候，哥，我说的话声音很大吗？很吵，一直在说。那我走了。我来到阳台了。没有，没出门，只是在宿舍里，在阳台上。我穿个外套吧，太冷。天哪，阳台的灰真的好大。嗯，身体好多了。嗯，我哪天回来？谢谢谢谢。我这个月上完了课就可以回去了，因为
我们这学期碰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导演，然后他的课就是上的比较紧，4个月上完的课要2个月之内上完，所以我们连周日都排了课。谢谢，我的声音催眠，实在是因为。怕吵到别人，谢谢。然后，所以这其实本来我想着是，谢谢。我本来想着是4月中旬或者是4月初的时候就回剧场，但是，就是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话，首先是因为是就不安全，因为。我能买到的票，或者是公演结束以后那些车票，其实到学校基本上就已经后半夜了，然后不太安全，而且第二天还要就是去上课。你想想，就只有周六我们是全天放假，对吧？然后要是去参加周六的公演，那晚上回到石家庄，周日我又要去上课，就。整个人学习会很没有精神，而且我觉得真的会把自己熬坏的。其实上学期我就已经就感觉自己精神有点不正常，就是因为休息真的太少，然后就从来都没有一个星期是可以睡懒觉的。其实。上次在中心的时候想开直播来着，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好像是因为一点什么事儿吧。哦，对对对，就是我去北京溜达嘛，然后回来的太晚了，对，就怕吵到，因为大家那时候在训练嘛，怕吵到他们。我长得歪吗？没有啊，我经常 我倒没遇到。其实我上的学校离北京挺近的，对。但是难得嘛，我在直播一会儿就睡觉去了。因为明天还有课，出门戴口罩，一周一次直播不能浪费。对，是熬夜对身体不好。好的，是一定要早点休息。就最近吧，莫名的兴奋，睡不着觉，然后，就反正天天看手机啊，刷课，现在颈椎和腰都痛得不行。对，谢谢。好的，其实还好，不是特别冷。在地铁上看到我了，谢谢。我不知道，就，这个星期开始吧，从北京回来的那一天。我就开始辟谷，然后3天就是只喝水来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能量，完全没有头晕啊、低血糖的那些症状，甚至每天就睡大概3、4个小时吧。哎，是谁？雨山给我发了表情吗？哦，多喝热水好的。然后就反正特别的有精神，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后来我就这不是到现在开始吃东西了吗？其实主要是清明的时候吃了
一些比较油腻的东西。对，然后就导致身体很不舒服，所以就最近一直在养病。雨山，我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管管这个小孩了，他真的太不听话了，天天熬夜。谢谢。嗯。谢谢。雨山啊，雨山太不听话，天天熬夜。虽然说他不想长个儿，但是不想长个也不能这么熬啊，我感觉他睡得比我都少。但你这个打应该打不过吧？我已经一个多星期都没有见到雨山了。嗯。然后其实我最近吧，超级期待那个420。对。其实我本来特别期待日天来着，我期待日天就是被幸运的分到他的偶像小乃玄前辈的那个队。但是贴饼子是不是就是大饼子啊？就是玉米面，玉米渣和面做的饼。你好旧梦，谢谢。嗯，好像其实我上次看那个抽签的时候我还挺激动来着。你好佩奇，你是精致的猪猪女孩吗？说到佩奇，我之前在群里头就有一天在淘宝上瞎逛，然后逛到了一个什么小猪佩奇吹泡泡沐浴露，哎呀那个包装啊特别好看，据说还能吹泡泡，就是给小孩用的，可以边洗边玩。嗯，我就动心了，然后他是说什么买三件的话可以更便宜一点，我就发到群里，我问我说有人想和我一起买吗？然后孙雨山和方磊他们两个都问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沐浴露啊，我说好看吧。然后结果就石沉大海了，没有人再理我了。小哥哥网恋吗？我萝莉音。什么鬼？你应该找叶苗苗啊，她是萝莉音。不是啊，我有沐浴露。社会人，哦，我真心喜欢你，你却不理我。没有啊，你看我只叫了几个人的名字，不是有你一个吗？网恋吗？我好像，我好像应该没这个可能吧，因为。我妈和我爸就是加了我的微信都不怎么找我的，而且我的电话常年处于一个没有人联系的状态，对，
就是是那种只要换了手机号换了微信号就可以立马消失的人。喜欢你没道理。我是 out 了，我感觉我现在已经跟不上社会了。我可能知道的网络用语也就是什么确定过眼神，遇上对的人，这是我这几天知道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李云龙的那个二排长去把我的意大利包我觉得耳机孔的话还是在手机上面比较好吧，因为在下面的话很容易把那个就是接线处弄断的。我是真 out 了。我其实我也看 B 站啊，我也看偶尔看抖音啊，对啊。对，我也在网上冲浪，萌萌哒，嘤嘤嘤，捶你胸口。最近我知道一个抖音上那个什么，什么来着？就打一个响指，叫什么？然后什么？啊，今天来这儿了，然后来这儿了。谢谢。对了，我其实我刚才说到我颈椎还有我的腰椎特别疼，其实是刷课有一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现在特别纠结。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一直就是比较单纯，就比较相信淘宝啊天猫啊这种，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是看到几个帖子，就说在广州啊那边就是有很多假的化妆品，然后还有很多化妆品它只比就是那种正版的可能也就便宜个几十块钱，可是它是假的，而且你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它是不是假的，因为那个厂家他找了那种做化妆品的那种工作人员，就是精心调配出来的，跟原的就是可能功效不一样，但是味道还有质地真的就差不多，所以我真的心里咯噔一下。外貌是吧，心态吧是。老公老公，嘛，左边一个嘛。这个我知道，我那一次看到了这个视频，我觉得我的世界观都崩塌了，太可怕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心里咯噔一下子，我就想天哪，我老买，那我用的一直都是假的吗？那我没把我自己用坏真的是不错了。然后我特别喜欢用一款就是甜甜的沐浴露，就是像奶油然后里面又有水果的那个味道，然后就是因为我皮肤特别干，所以就是要用那种类似于就非常厚重的那种身体黄油，然后我真的是习惯那个味道，所以就我就翻我的那个订单，我一看吓我一跳，福建福州。我倒不是 diss 那个福州的群众们，我是真的害怕，而且我一看那个店铺就是跟那个知乎上面告诉你就是说不要买的那种店铺很像，就是好几个皇冠然后粉丝好几万，
我就特别害怕，而且就是他们家卖的东西也比较单一，对，就只有那几样，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要吓死了。可是这个东西我确实还用着挺好的呀，就因为用了它，我觉得我的皮肤改善了很多呀。对啊，所以我就很犹豫，然后我就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找代购。嗯，对啊，我就找代购，然后代购又贵，真的贵死。就是本来那个东西吧，它可能大概合人民币，怎么说呢，就不到100吧，或者100左右那样。但是他跟我要价150，然后说买三个的话就可以便宜，就是一个减大概50那样。我想，我天，我想我得有多么大的一个身躯能用三瓶。我就想还是算了吧。然后我又想了个办法，就是上那种可以自己海淘的那种网站，对，就可以直接邮到中国的那种网站。对，我声音要小一点，你可以把音量键调大，因为现在夜深了，怕打扰到大家休息。然后我就进了一个网站，结果它是就是比那个中国的那些化妆品真的实惠了太多了，因为毕竟是从国外直邮过来嘛。但是60欧，哦不对，60磅，对，60磅包邮。60磅是什么概念？60磅大概是，就是反正600多块钱吧。我就反正我就最近一直在纠结，对，我就想怎么办，因为我给我妈妈买的那个眼霜吧，我怕它是假的，就是在淘宝上买的，然后我就给退了，对。我就想就是在那个外国的那个网上给我妈妈买一个更好一点的，但是要凑够600块钱。我后来想，那要不然就不凑了吧。然后我就自己选了一个30多块钱的东西，可是就凑不够了，然后那样的话邮费就特别的贵了，就是都大概是我给我妈妈买的那个东西的一半了。所以我这几天就一直在翻手机，就特别纠结，就走火入魔的状态，你知道吗？搞得我腰椎还有我的颈椎都特别的痛。明天只休息一上午，然后晚上从1:30上到晚上9点。啊，1:9啊？不是吧？不是吧？好像不是英镑，对，好像是欧元，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大概一个眼霜大概300快400，然后再加一个接近300的一个东西，他们两个加起来也就是600左右，然后就已经够包邮了。反正就是好像是1:6.9吧，那应该是欧元吧，我不知道，我忘了。对啊，我后来就想，要不然就顺其自然吧，就也别要什么那什么什么味道了，就去擦个大宝啊，对，擦个大宝啊，强生啊，就算了。
没有吧，我看现在是1:6.99，然后我今天看的那个汇率。不是，主要是真的，你如果用那种特别让你舒服的那种特别就是我喜欢的味道，我就喜欢那种特别甜甜的味道，我觉得我就睡得特别香。其实我鼻子不好使，我闻不到它，就是几乎我闻不到，可是我就觉得挺舒服的。对，习惯了嘛，都用了好几年了。嗯，对，所以我就再过一阵子吧。嗯，谢谢。嗯，不是说那个英国的化妆品什么黑五黑色星期五是吗？就是星期五打折还是怎样搞优惠，那我就等了，对呗，然后到时候给我妈妈买眼霜。嗯，因为我真的就是我妈妈她心疼他，对，他真的就是本来天生丽质啊，可是他从来不保养，这几年就感觉老得特别快，几乎就和以前的样子不太一样了，有点变样了。所以就是想买点好的东西给他，对，慢慢来吧。你好，晚安。红白，现在不是还不知道哪个队是红，哪个队是白吗？但如果要是按照颜色的话，我是更喜欢白色吧，因为，就是红色有怎么说呢，红色代表杀戮嘛，然后很多寺庙，就是外国很多寺庙，如果你要是穿红色的话都是不可以进去的，对，但是白色就很舒服，对，和什么颜色在一起都不会奇怪，百搭色嘛。咯咯咯咯，不是爱心发射，是瞄准发射。是的，你们对四期有兴趣啊？其实我也是特别期待，因为我还没有，就是对他们还不是特别熟悉呢，对，还没有见过，对，没有见过呢。是那样了，对，是代表红红火火喜庆，可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还是更能接受白色吧。但我也会穿红色，是的，我也有红色的衣服，对，就是100件里有那么一件吧。我的心感觉好沧桑，不像可爱的女孩子。是啊，我知道黄狗猫在一个队，我看了那个抽签。不是啊，就是怎么说呢，我是那种可以不吃可以不穿，但是因为我皮肤真的好敏感，对，我身上只要稍稍就是谁
就是我自己可能按摩就上下那么弄几下，然后就会红一片那种。所以说对于就是用的护肤品，我是真的不敢用省的，但是其实也用不了多少啊。佛心情，对呀、啊。而且也不能太委屈自己嘛，你说你都不买穿的了，也不怎么吃好吃的了，你还不用点好一点的护肤品，那你不是真的变成男人了吗？但是是的，你们困先睡吧，我在陪还没有睡的人，陪他们一会儿。男人是野兽吗？男人不是野兽吧？男人是宠，是宠物。我觉得男人是宠物。我爸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家里三个女人，一个男人，三个女人一台戏嘛。然后所以，我和我小妹，就是如果我爸批评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就说是爸，你说的太对了。然后那个我俩不这样了，错了。然后我爸就眯着了。但是如果和我爸解释，然后即使这件事我做对了，但是如果和我爸解释的话，我爸就说学会顶嘴了是吧，我看你俩就牵手似的是吧。所以说对男人一定要像对待宠物一样，你顺毛驴，对，你不能和他对着来。我爸和我妈从来不看我，就是不看我演出，都是我给他们两个发视频，然后他们两个还嫌麻烦，说啊我没有这个软件，要么就说网不好，然后反正就哎无奈。证明我是亲姑娘，对啊，那是必须的。不可怜。我觉得今天就是因为太晚了，所以就diss 你和啊、哦，那倒不至于。我爸和我妈就是对我和我妹妹几乎是一个放养的状态，对，就是特别放心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太让人放心了，就是我们两个心里边特别有数，你知道吧，特别有 balance。 然后就首先啊，我们两个是那种就是特别保守的女孩子，就根本就不用担心我们和班里男生啊什么乱七八糟，不可能，就算一起上下学那也只是同学，对。而且还有什么，就包括什么抽烟喝酒啊这种
那也不可能，因为酒精过敏。对，要是敢喝酒，那应该就是就完了吧。对，就进诊所了吧，进医院了吧。然后抽烟这个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跟我小妹我们两个人，我们俩晕车，然后一闻烟味吧就更晕了。对，就像有一种晕车的感觉一样。嗯，对啊，家长都这样。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些孩子就是会偷偷和一些社会人士就是那个混嘛。那我跟我小妹更不可能，我们两个有精神洁癖。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自己特别的严格。然后如果要是有那种觉得性格上不是，就是为人处事上感觉挺脏的那种人，就不会说去 diss 人家吧，但是也会远离。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比较保守，比较古板。反正我跟我小妹性格是真的还挺像的。还蹦迪，我的妈呀，不可能。听着广场舞上大妈们放的那个音响，我觉得我的心脏都快蹦出来了，还去蹦迪，那我就应该就不行了吧。不是出家，是真的。我们两个别看可能平时东北女孩，你觉得她说话可能有一些直来直去呀，然后性格上有一点点彪悍，但是实际上真的，真的是家长说什么可能会当时我嘴上顶两句，但是最后真的是会按家长说的那样去做。反正我从小到大我是有自己个人的想法，但是我一思考到如果我这样做，我爸和我妈会难受的，会心痛的，然后我就松了。你好，好久不见。手机的问题的话，反正我真的在学校里挺无奈的。在宿舍，其实我反而不希望放假，因为学校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信号，移动的信号几乎为零，我过得特别艰难。怎么说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来说，你还是稍微就是爱撒娇一点比较好，因为就如果你什么事情就是你自己都可以担着的话，就是你自己都可以消化的话，其实会不太利于你以后和别人去进行沟通。对，而且就是如果你不去沟通，不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的话，可能会影响就是你和别人的关系，还有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我就是一直在改这一点。对，没有啊，我没犹豫脸。
那是因为胖了。对，我脸就是，我脸型特别神奇啊，我只要一胖，我就变成方脸了。嗯，然后我瘦了吧，还是就是，还感觉还可以，但是我只要一胖，我的那个肉就会往下坠，然后本来就是，嗯，怎么说呢？就是本来我脸就比较长，你知道吧？是的，然后这种脸型不能胖，就而且还有棱有角的，这种脸型一胖真的就很悲剧。你看我的女神林青霞，她年轻时候那脸型多漂亮，但是后来胖了以后，岁数大了以后，就感觉是不是就好像有点像个方脸了，就是这种脸型真不能胖。其实真不是我忧郁，是因为那个肉垂下来了，胖了吗？就垂下来了。我最近好很多，我最近，对，五一等我回去以后，我让你们感受一下，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老哥。我胖不胖你们都见过 really？ 哇，是的，不一样啊。我瘦的时候我下巴就很尖，然后就是那个腮帮子那块就变小，变很小，但如果我胖了，我就下巴就变方，然后腮帮子也鼓起来，嗯，法令纹就是也会出现，对，就整个人看起来很老，很老，然后还是个方脸，但是瘦了就不会啊。我跟你说，就是，也就是因为清明的时候吃了那种咸的东西，吃了油腻的东西，我就有点水肿。其实，你看这回五一我回去让你们感受一下，老葛现在就是，老葛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好吗？真的是。我现在脸都凹进去了，好吗？而且特别的紧致，嗯 ，understand？ 谢谢，那是必须的，对。最近我要做一些就是那种脸部运动，就是，嗯，我不知道你们学没学过播音，就是早上要做那个各种口部运动，然后就是嘴往左一扭一扭，右扭一扭，然后鼓气再吸气，这样就可以让脸皮紧一点，然后让嘴皮子就更放松。是的，现在脸凹下去了，但是感觉皮松，得开始运动了。嗯，得开始运动了。我现在也不要和你们说了，改天有时间我们再见面吧，好否？否不否 ？OK， 我们改天再见。对，我也许会直播，也许不会。嗯，因为。
因为网速真的太差了，我如果想直播的话就只能中午的时候找一个空教室然后直播，因为就学校信号好，就是教学楼里信号好，宿舍楼里简直就是，你知道我每天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吗？我说出来都一把老泪。嗯，对，是我也许会直播，但是肯定不是在晚上，嗯，就是在外面了。嗯，然后而且你们对于直播，我觉得你们对直播的质量要求比较高。如果我在学校外面的话，学校的夜色是非常美，可是光线比较诡异，我觉得你们应该就是看不下去吧。所以说我还是想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地方，光线好的，但是如果信号不好真的实现不了，可能就只能电台。嗯，我试试吧，看可不可以，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只露脸，好吧。嗯，滤镜没用的，真的不行。嗯，晚安，拜拜。